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不太好？对啊，这种行为他有点太贪心了，而且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子在那边，这样身教不太对啊。我这个案子哦，是在今年28年假的期间哈，民众上传的一份简讯，就是有民众在我们辖区，可能是辖区的一个瓦斯店里，拿走叶子在。瓦斯店里面提供给那个臭臭乐兑换的一个饮料，然后业者将这个影片上传，部分上传之后，在脸书社团警方会依据调阅电视器的影像部分的，来追查这个窃取这个饮料的一个嫌犯，来依法侦办。